谢谢你。谢你说什么？因为遇到了你，我才能完成所有愿望。大象旗，坐口水人，去坐过山车。那我跟你一起完成吧。我陪你去过游乐园，陪你去过水族馆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你今天可不可以陪一下你的朋友？因为我不是单纯的需要人家帮忙的，你懂吗？你直接跟他说不就行了吗？我怕呀，我认识他太久了，每一天都有这种幻觉。陪我去个地方。不是，哎，我今天晚上约了别人吃饭。你不是答应要陪我完成最后的愿望吗？必须实现。你手机有信号吗？当然没有了，来这就是为了不用看手机。这么好的景色，一直盯着手机，不觉得可惜吗？其实我今天晚上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，非常重要。那就更应该让他等待。因为他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是你的东西等得再久，也是你的；不是你的东西，一直等下去，也不会是你的。你不想陪我？这黑不隆咚的，什么都看不到。至于你问我下本书什么时候出，其实我早就开始写，十年前就开始，但这十年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。在我看来，你已经写出最好的书了。但我现在最羡慕的人是蒋璐。看出来了，好美啊，好美的人。